哇，来这里先祝福江启臣、贤康利，祝他们永浴爱河，好不好？好。以前我跟江启臣没有这么熟啊，有一年他找我吃饭、喝酒聊天，我请了新闻局长王浅秋陪他。王浅秋突然提醒我：“哎，市长，你没发现江启臣委员他鼻子特别大？”我看了一下，哎呀，男人看鼻子，女人看嘴巴。我才发现，我们江启臣不光是五官端正、鼻梁英挺，这代表他将来是一个大有为的人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我讲的，是我们王浅秋用女性的敏锐观察力看出江启臣鼻子很大，他就说：“哇，江启臣人中之龙啊！”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这么厉害，问一下江启臣的太太好不好？我是看他的才华哎，是意啦，婆腔吹剑。我每次看到他，很多年前我认识他，我就想到啊，十三世纪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呐、啊，迪士尼啊拍过电影，叫做。放在我们傅昆萁委员身上啊，更显得神奇，他的磁场啊特别强大，我每次看到他。很多年前我认识他，我就想到啊，十三世纪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呐、啊，迪士尼啊拍过电影，叫做罗宾汉。这个侠盗罗宾汉的故事，其实在十几年前我认识傅昆萁委员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有点罗宾汉的精神，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是非，有政治的地方就会有是非。有人的地方，也就是江湖；有是非的地方，就会有对错。这个就是我们都了解。所以有一些人对傅委员，过了中央山脉，到了北台湾、南台湾、中台湾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。但是只要进到花莲，这十几年来所听到的傅昆萁三个字，就是永远。跟花莲的基层庶民在一起。你讲我认真很自然，你讲我美丽怎么有点结巴？我说一个男人遇到女朋友，最喜欢秀自己的六块肌肉。我们卢秀燕市长，我说用两个字形容卢秀燕，认真；用四个字形容啊，认真美丽；用六个字形容啊，认真美丽又努勤劳。再来呢，认真努力勤劳。我这样讲的太多，我都有点结巴了，不好意思。不是，因为我本来想只讲认真，可是我怕大家要听了觉得怎么那么累赘啊。你讲我认真很自然，你讲我美丽怎么有点结巴？因为我怕讲美丽以后，嘉芬姐会生气。我说一个男人遇到女朋友，最喜欢秀自己的六块肌肉。未来整个台湾，我们希望发展成六块肌，每一块都有自己的特色。大台北、大台中、大高雄、云嘉南、桃竹苗、花东，每一个区块有自己的特色。要发财，先修路。好，市长，我们想问一下，那个最善良的三立来了没有？来了。跟我一起说，谢谢市长，跟柯文哲联络吗？市长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市长，我们想问一下，那个最善良的三立来了没有？在这里。市长，那个韩江配事情，有先跟党中央沟通过吗？沟通过，那党中央能理解我们的想法跟理念。谢谢三弟。再有跟柯市长联络吗？柯市长说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的说辞而改变他们的立场。好，谢谢。我听说需要有这个强而有力的人才可以跟民进党斡旋，你怎么看他这样的说法？谢谢。
谢啊。现在居然说要抢救第十四名的那个王义川，每天在电视上完全在耍宝，说要到立法院抢救他，拿个酒测，每天要帮我做酒测在立法院。他是神经病吗？他是神经病吗？他是神经病吗？马萨嘎爪巴拉罕奇，吃牛后土灵爪面油搞鸡搞地，来讲好心。黄国昌对，韩国瑜对，谢龙介对啊！现在居然说要抢救第十四名的那个王义川，每天在电视上完全在耍宝，完全在耍宝，表现得极其的 low 啊！我都从来一句话不讲，说要到立法院抢救他，拿个酒测，每天要帮我做酒测在立法院。他是神经病吗？他是神经病吗？他是神经病吗？立法委员是监督行政部门都不知道吗？民进党推出王义川，国民党有李世川呐、啊，不怕川比川呐、啊，就怕被看穿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对。李行三兄弟被抓出来。像一串腊肉一样掉在那里，被打、被抹黑、被造谣。我说啊，没有水的地方啊，叫沙漠；没有女朋友啊，叫寂寞。全台湾政坛三个人上辛苦，叫做苦情三兄弟。一个就是我天字第一号韩国瑜，一个是天字第二号南投县长林明珍，第三个就是今天的男主角严宽仁。抓出来，像一串腊肉一样掉在那里，被打、被抹黑、被造谣，写完没有了。杨广军，杨媒体，杨名嘴，执政就贪污。选前就搞反中，贪污进步党，进动澳洲。没有水的地方啊，叫沙漠；没有女朋友啊，叫寂寞；没有选票，叫落寞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